其实我自己特别享受每一次我播戏的时候和微博的网友同步追剧的感觉，很开心也很幸福，也谢谢大家喜欢我去年播出的三部戏。那作为演员白鹿，以后也会继续努力输出好的作品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期待，谢谢。加油，露丝。